奥运在巴黎搞得如火如荼，估不到有另类盛事打到来香港。嗱，冇错啦，即刻带大家去天水围睇下呢一场，应该系 U60 嘅 MMA 先。见到比赛场地系天水围站客户中心。嗱，好啦，画面所见咧，蓝衫一个赖打击咧，就将白衣人两公婆啊踢跌啦。不过好彩白衣人翻身系够快手，一个排云掌咧就谂住同阿蓝衫打个地面战，但系蓝衫亦都不甘示弱，出咗个撑脚咧就拉翻开个距离噃。之后再嚟个向前冲刺，不过效果就麻麻啦。至于裁判方面，即系港铁职员啦吓，就叫蓝色衫冷静冷静。哇，蓝衫你咁噶，嚟个偷胡杂嘅。至于对家咧，亦都好彩反应快，向后一缩，跟住顺住个势，蓝衫竟然向佢做咗一个土下座道歉啦。好，场赛事历时只系56秒就完咗啦。但我哋揾到目击者爆料，原来仲有内幕噶，转头见。呢度啊，喂，呢度啊，死噶啦，喂，攞命！上星期叫你做个 proposal， 你做好未啊？喂，呢个人头出嚟真系唔系扮噶，你而家搞我公司条税啊，咁样我就等等等等。哎，老婆啊，今日做梦唔舒服啊？今日好啲啦，所以咧想出嚟散下步，呼吸下啲新鲜空气咯。咁又好啦。系，陈师奶咧话佢。等等。喂，等咗你好耐啦，快攞嚟啦！唔好有人等啊，我哋一齐戒咗佢啦。第15届戒烟大赢家在全港18区已经接受报名了，而家只要通过机构核实成功戒烟啦，除了可以获得最高1000元现金礼券，仲有机会获得28000元旅游套票添。组队一齐戒，仲有额外奖品嘅，提名人都有机会有奖，仲唔快啲扫 QR code 或者亲临全港18区招募摊位报名啦！睇翻呢一场赛事，系7月24日傍晚近7点开打。根据目击者话，当时佢就准备出闸，突然听到有个好重口音嘅人大嗌：，佢话我唔理啊，你同我退翻啲钱俾我。我以为就系好似平时餐厅咁样嗌下交，冇嘢咁，谂住个过闸啊。等过咗闸之后，就听到有人打，哇，打交啊！望翻去就望到佢同白衣人喺度打紧交。嗱，综合目击者咧口供同埋条片就见到。绝对有理由相信咧，个白衣人咧系因为八达通出唔到闸，所以就去客务中心就搞。咁于是乎，蓝衫大叔啊觉得个白衣人打尖，咁啊所以就讲埋呢句啦。而根据定律，初出口角之后一定系继而动武，所以就影到头先条片。只不过我哋 channel 师喺度奉劝大家啦，打尖啊固然唔啱啦，不过打交一样都唔啱噶噃，仲随时咧一夜后脑着地啊搞出人命添，嗱唔系未试过噶。先讲近嗰单啦，就喺半个月前啫，长沙湾幸福村福明楼一个44岁男人，7月8日被发现倒卧喺屋企身亡，最初系佢嘅老婆报警噶，话发现老公受伤，死者嘅老婆、继仔同埋继女都话佢分别喺7月7日。同埋8日喺屋企自己跌伤，点知警方一查就怀疑死者系因为琐事同继仔争执，继而发生推撞同埋袭击。死者嘅老婆、继仔同埋继女3个人仲夹口供讲大话，最终继子涉嫌误杀被捕，死者嘅老婆同埋继女就涉嫌妨碍司法公正都被拉。今年年初咧，黄大仙东头村咧一个59岁嘅退休男人同朋友喺七仔外面饮下酒，期间个朋友就怀疑同一对父子争执，点不知个退休男人就谂住做和事佬劝交嘅时候咧，就被推咗落地下，2日之后就不治啦。警方最后就落案控告对家个仔咧就误杀，9月12日就再讯，期间仲要还押看管添。再数远啲啊，就喺去年3月，长洲2个男人喺街度争执，结果52岁男人被43岁男人推倒，后脑着地死亡，43岁男疑凶被控谋杀。所以话咧，大家真系唔好因为一时之气周街同人开拖啊，否则真系随时抱憾终身都似。条片啊睇到嚟呢度啦，欢迎大家留言啦吓，记得俾个 like 同埋订阅。讲住咁多先，下条片再见，拜拜。
2021年7月12日 Channel C 由零开始，经过1095日的努力，来到2024年，庆幸仍然能够继续生存，继续为大家送上时事热话，内容会更加多元化。我哋上上下下将会继续努力，在未来尽全力做到，尽知天下事，唯有 Channel C。